知道资本瓦几倍不？哪个？这个。那多瓦瓦数。那这个是现在三百九十五。三百九十五。对。把那个关掉，先把固定。固定哦。固定还是固定的，固定的是吗？对啊，我这样子，现在395，你这个调大了，它那个瓦数也慢慢变大。等一下，调，对，是不是？慢慢变大，对。这个，我们这个喊粗话，调鸡蛋嘛，对，对，这瓦数，现在也这个叫能量70%，这个是瓦是6617啊，这呢？这个是用供是定这个定表的，你用了称多少千瓦时？它会计算，这个就那个电流，电流哈，电流，电流，这个是电压，我们都有标得很清楚了，这个东西都是不会错的。这就那个，这个是水的温度，这是水机里面的温度，那都不用调了，这些不用调，我都全部调好，全部调好了。就直接用就行。就是先开水冷，再开电。对。你开它灯也不亮，灯也不亮。你看我关了灯，关了灯啊！你看，我们有时候保护。保护。对，肯定有保护啊。你按这个也不亮。可是不会怎么按都不亮。怎么都亮不亮？可是里面都不亮保护吗？有。垃圾它没什么功能的，它又贵。必须开它，肯定是这样子。